第九十三题。出したれた料理は好き嫌い、全部食べなさい。端出来的料理，不管喜欢讨厌，请全部都要吃。一、にモチロン。二、にカカワラ 三、二、ともかく、数、二、戻より。好，我们看正确答案为二、二、関わらず。端出来的料理，不管喜欢讨厌，请全部都要吃。大サレ大料理は好き嫌いにかかわらず、全部食べなさい。 好，我们看一下选项的一，モジロ的前面呢是要用哇，名词再加上哇，モジロ还有我们的选项的第四是名词哇，モ多ユリ，这两个的意思是一样的，都是当然什么什么也就不用说了，所以是哇，モジロ哇，わ多ドユ意思是一样的。那第二个是我们啊、呃、这一题的。 正确答案为 n 卡卡瓦拉兹，好，前面可以接的是动词的 j i s o k 它的原型还有 n i k e 或者是名词，再加上 n 卡卡瓦拉兹，表示不管怎么样，无论怎么样的意思。接两个对立的句子，表示不管前面的状况是如何，那么都不会改变后面的一个状况。第三个。 原本是わ、トモカク，名词再加上わ、トモ表示先别说，姑且不论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再把题目看过一遍。出した料理は好き嫌いにかかわらず、全部食べなさい。端出来的料理，不管喜欢讨厌，请全部都要吃。 出された料理は好き嫌いに関わりなく全部食べなさい。端出来的料理，不管喜欢讨厌，请全部都要吃。接下来，请看下一题，第九十四题。今ま忙しいがこの仕事。 条件次第では引き受け。現在虽然很忙，但是看条件如何，也有可能接受这一份工作。一用がない。二訳に行かない。三ないこともな四 コドがな好，我们看正确答案为三。ないコドも现在虽然很忙，但是看条件如何，也有可能接受这份工作。今、ま、忙しいが、この仕事、条件次第では、引き受けないこともない。 好，我们看选项的部分。第一个是 y o g a n t 前面接的是动词的 must，k e 再加上 y o g a n t 表示没有办法、无法的意思。即使很想要做，但是呢没有办法，所以呢做不到的意思。第二个呢是 wakiniwa y o n i g n t 好，动词的续 o k，再加上 wakiniwa y o n i g n t 表示总不能、不可。 所以是按照一般的情理来说，不能做这件事情。第三，more nine 或者是 one nine 前面接的是动词的ない k，那么如果是一 k 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把原本的一变成哭才可以接。 那如果是名词或者是拉 k 的时候呢，那要把它变成 de，然后才可以接后面的 nine kotowane nine 或者是 nine kotomone nine，表示呢并不是不怎么样的意思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有二重否定，前面有一个 nine 了，后面也有一个 nine 了，所以是二重否定，并不是不，那么表示也有这样的可能性。 并不是不可能，所以就是有可能的意思。第四个的话是 “koto n 好，前面接的是动词的 j i s o k”，再加上 “koto n 表示用不着、没必要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再把题目看过一遍今忙。现在虽然很忙。 但是看条件如何，也有可能接受这一份工作。しいこの仕事条件引现在虽然很忙，但是看条件如何，也有可能接受这份工作。接下来请看下一题。